随着温室效应造成地球暖化，全世界都在重视环保问题。目前各种塑胶跟发泡材料餐具造成环境污染，因此纸浆制品的需求就像搭直升机一样，越来越受到欢迎跟接受。台湾宜兰五结工业区的展丰纸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有世界级标准的纸浆模塑制品制造工厂。展丰纸塑以最新的环保科技制造各种无毒、没有污染、可以完全回收再生的产品，而且内外表面平整，不会变形，可以说是一家高竞争力、高品质的食品跟医疗容器供应商。它可以继续再回收，对地球上是一个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在recycle 再重新一直使用，来回收再来使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产业。为了扩展欧美跟全球化市场，展丰纸塑跟洛克威尔公司长期合作，引进他们的最新技术，包括400C CR30可程式安全继电器，可以监测防护门的护锁开关，机台急停按钮将讯息立刻传送到人机界面，再以伺服器透过软体资源整合运动控制，简化设计、操作、维护、配线作业，并且降低库存压力。城市自动化控制器可以使用以太网络进行通讯，提供内部网络之间的连结，让机器接受企业控管。这样的软体平台整合运动控制，降低生产成本，大幅缩短启动跟模具的安装跟维护，达成欧美跟国际标准的安全规范。我们跟洛克威尔的 AB 的使用 AB 的产品之后，我们的良率提升到95%以上，甚至也有客户提升到100%，所以我们的那个运转率的提升有提升到30%。新产品整个我们的营运啊，整个我们模具机器的一个成长，我们提升了50%，这是我们跟 AB 合作，我们的客户啊的反应一直都很不错。展丰纸塑公司制造的 TPM 系列的纸塑制品，不但外形美观，品质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实验室检验还有以下优良特性，包括可以装水微波、加热沸腾。平均耐温摄氏200度，就算是摄氏180度的热油也不会透油，没有重金属、荧光物质，还可以自然溶解回收再生，而且外观跟原料同色。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展丰纸塑公司制造生产跟整厂输出经营已经将近20年，以供应链的角色来说，几乎是业者的隐形冠军，已经成为国际大企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伙伴，成为台湾在国际纸塑市场上最耀眼、最成功的企业典范。